那些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动物，快来一起看看吧。河马表面看着四肢粗短，一点也不灵活，但只有见过在河里狂奔的河马，你才知道它的速度有多快。山的大猩猩体型巨大，异常强壮，就连走路时的姿势也十分的与众不同，别眨眼看清楚了。我们有一个好大哥，你把困难自己扛着，人生总是曲曲折折，酸甜苦辣兄弟陪着。我们有一个黄企鹅宝宝，毛茸茸的非常好看，但其实它们换毛时更加让人耳目一新，不信你看。